好老公或是好老婆的必备特质是什么？其实应该就真的就是，真的是懂得包容，然后真的爱对方，然后互相，我觉得互相的付出，不要要求因为付出而要得到什么。我觉得这样子比较重要，然后真正的想得到对方要的，想要的是什么，这样就够了。我其实要的不多。嗯，那你曾经为对方做过最浪漫？做一些小卡片，然后我会做一本相簿，应该，然后还写一些东西，然后对方很感动。对方如果对你做同样的事情，我也会非常加分，非常加分，因为我觉得那是真心的付出，不是用物质上。做出的一些，对，你的约会奖金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，太遥远了，会吗？过分了，路人不会穿这样子。我都穿长裙，可是就是长长的波浪头，我喜欢这样拨头发。我相信男生再喷一点比较性感的一些好闻的香水，在拨头发的过程中就会飘出一些什么香气。所以你觉得拨头发非常能够撩动男人的心？卡住了，再一次，有吗？有吗？摄影师有吗？点头啊，好，非常好。那除了撩头发还有什么？其实应该就是，真的就是淡妆嘛，很简单，一切都是简单为主。男生还是喜欢一些比较平易近人的感觉。长那么美艳，啊，就长这样。我很美艳吗？想要知道更多女生的小秘密，请上 Facebook、Instagram、美拍，还有 YouTube follow Cosmo TV。